想問下咧，天使睇唔睇到啲尖嘅？同埋即係調翻轉，啲尖人睇唔睇到天使啊？即係我哋有兩嘅人類就兩樣都睇唔到啦。佢哋可唔可以大家睇到佢？唔知道，我冇睇過古蘭經咁樣講過。不過我估啊，天使一定睇到尖，尖睇唔睇到天使啊？唔知啦，估咋？即係 Grand 裏面有講，我就可以解俾你聽。冇嘅我就唔搞，亂咁話。因為咧，多即係你古蘭經咧點睇嗰個精神病同埋鬼嗰個分別啊？即係到底點樣去區分啊？之類嘅。唔識。第一咧就係、我哋知明白到的確有精神病呢一樣嘢，但係咧有鬼上身呢樣嘢咧。亦都會係有嘅，因為喺 Hadis 度喺聖訓嗰度咧，係講過聖人推鬼嘅一啲情況，就話有個睡單附喺個人度，聖人用嘢咧拍佢打佢之後，個尖離開咗之後，嗰個人原佢身體係冇受傷害，有個咁樣嘅技術。咁但係咧，聖人咧都係話用以真主嘅名義推鬼。亦都冇咩特別咩花款啊之類嘅，或有啲咩人咩嘅，所以咧就話我哋都可以驅鬼嘅。實際上，即係我哋就係話讀頭先嗰兩最後尾嗰兩段嘅《古蘭經》啦，同埋咧以真主嘅名義驅鬼嘅。咁就話咧，第一通常咧就係當人嘅信仰薄弱，先至容易俾呢啲魔鬼嘅侵犯嘅。一般嘅人嘅侵犯。咁但係咧，亦都唔係話如果我哋咧有強嘅信念，同埋咧就係、有啲佢哋對伊斯蘭認識多，或者一啲嘅長者咧，佢哋都有即係做過呢啲咁樣嘅呢個亦都唔係一啲咩大不了嘅事喎。但係簡單講就係話嗰啲。通常嗰啲尖，佢哋喺度周圍咧，但係其實佢哋係唔騷擾我哋，我哋都唔會騷擾，我哋都唔會，即係話佢同我哋嘅存在，你唔需要理，你唔好擔心佢會嚟搞你啊，根本佢唔會咁容易，即係上到我哋身啊之類，所以尤其是我哋有堅定嘅信仰嘅話咧，佢哋就唔會即係控制到我哋。提到咧話啲精喺黃昏同埋黎明咧最活躍嘅，古蘭經有冇解釋呢個現象咧？冇解釋，淨係頭先喺第113章度講啊嘛，佢就喺黎明嘅時候同埋黃昏嘅時候嘅嗰啲求真主保我哋咁，冇講完嘅。索菲亞咪提到嘅，佢話嗰啲仲有咧嗰啲尖咧。嗱，尖好似人一樣啦，可以死會死嘅，會死亡嘅。尖可以死嘅。第二咧，佢講到就話咧，嗰啲尖咧，食啲灰燼，所以嗰啲人就話燒元寶蠟燭啊之類咁咧，佢話其實你只會招啲鬼啊，即係你唔會話即係你燒啲元寶蠟燭就可以保護到你，你係招嗰啲嘅尖啊。第二咧就係佢話。嗰啲尖嗰陣時候咧，要求佢燒啲香燭俾佢，話我冇錢買。佢話佢將啲嗰啲舊嘅嗰啲 pass paper 嗰啲用過嗰啲草稿紙啊燒俾佢。佢咁講嘅嚇，我冇加多冇減少嘅。咁所以換句話即係話，唔係你做個 computer 做間大洋房咁，你見到佢咧嚇，燒俾佢之後你收間洋房，根本冇呢咁嘅嘢啊！想問下咧，尖同鬼魂咧有冇分別？即係我哋人死咗有鬼魂噶嘛，同埋想問下咧，即係伊斯蘭教裏面咧，即係有冇一啲安撫先人啊，等啲亡魂啊嗰啲食？唔該，我哋相信第一咧，人死咗之後嘅靈魂咧就唔係好似有自由才處走，才處去搞人，才處去報仇之類咁，就佢冇咁啊嘅能力嘅嗰、那個。天使已經將佢帶走咗，喺一個地方度，人都等候審訊咁樣。咁所以咧，就嗰啲搞咗你嗰啲咧，其實啲尖喺度扮神，
扮鬼嘅，即係話我相信咧就係、是、係Shaitan喺度令到我哋有好多錯誤嘅信念，包括嗰啲鬼入邊啊，或者咧嗰個又咩咩咩邊個屠殺佢，之後或者對唔住我哋咁講嘅時候有陣時舉個例，可能冒犯咗大家嘅信仰啊，意思即係話嗰啲有啲咩神神鬼鬼可以幫到我哋咁樣，其實佢令到嗰啲嘢咧。令到我哋相信呢樣嘢，因為佢嘅目的，大家明白啊？乜上單嘅目的就係要我哋相信真主，信其他嘅東西。呢、這個就係佢嘅最終嘅目的，所以佢用好多嘅方法令到你信心信不疑嘅。嗰陣就話要我哋，你唔好理佢哋嘅話咧，你就會即係佢唔會控制到你。問咧係咪即係喺醫生教育局，所有唔好嘅事物都係由聖安負責？抑或即係如果係唔好嘅嘢，咁我哋點知道係人定自由意志要負責？抑或係聖安喺後面即係興風作浪？係唔係聖安興風作浪都好？你做咗決定就你要孭飛，你唔好話對唔住啊！聖安搞我啫，關我事啊？咩唔關你事啊？你自己決定。呢、這個就係啱啦，佢嘅。他的作為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如果我們簡單就說，如果阿拉做聖丹，我們就做好人啦。阿拉的選擇，他創造聖丹，為什麼要這樣的話，你問他，我問，是不是？所以的話呢，但是啊，無論是我們怎樣，是他搞你也好，你自己想好了，總之你做了決定，就你要承擔他的責任。嗰間裏面講就話，聖丹到時就會好，就先咪講啦。佢喺度好開心噶。嗰陣時候我應承你，你又拜我，我又應承你，點解對唔住我幫唔到你噶？你上當啦！到時佢會咁講你聽。所以第一就係、是我哋點樣幫苦啊？頭先一我答咗半，冇答一半。第一就係話，人嘅靈魂就唔係可以隨處周圍走，所以可以去。去搞人去報復啊、尋仇啊之類咁樣嘅。第二咧就話，我哋嘅親人嘅靈魂離開咗之後，我哋能夠幫到佢嘅咧，只有我哋向上主祈求，求上主寬恕佢哋，求上主咧憐憫佢哋、舒饒佢哋。仲有就係我哋舉意做一啲善事。用他們的名義去做，祈求上主將這些的 reward 這些的獎賞呢，不是送給我，是送給他。我們只能夠做，就是說當你父母死了，我們能夠不是說怎樣打堂齋啊，就令他怎樣啊，就是譬如說我會捐些錢去做一些善事，救了一些人，祈求上主將這個的好處呢送給他。我以我父母的名義來捐這些錢，我以我父母來做這些好事。但是當真主接不接受不知道，等候一下，等一下才知道 他接受，他不得，只是給你不給他，這個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關於死亡，譬如這麼多個讀物裡面是跟人會自殺，其實會不會說跟他的名字有關係？因為有些人就說動物都有靈魂，其實有冇誒微古人都會嘅，但係如果阿孫悟空呢個世好多生物裏面係人類嘅靈魂，其實靈魂嚟講誒，即係動物嚟講係咪有冇靈魂啊？照古人佢哋講就冇講到其他生物都有靈魂嘅，只係人係有靈魂嘅。第二咧就話嗰啲 gene 啊，就係可以除咗佢係一個咁樣嘅。我們見不到的形式之外，他們可以化身為各種的東西，包括化身成一個人樣，他們可以變成一些狗之類的蛇之類的，但是你最擔心他們害不了我們，如果我們有信仰，我們信仰是堅定的，我們就不需要擔心。但是人死了之後就不會很自由地周圍 去報復啊，類似這樣。我們所以就說所以變成我媽
過咗身嗰一晚，我就瞓咗張牀。我哋好擔心我阿嫲，佢翻嚟搞我啊之類。我咁啊，有冇？咁就人會自殺，啲動物嗰啲有少。人會自殺，其實係一啲人佢自己覺得失望、絕望之類咁嘅啫。當然我都冇自殺過，都唔知道啊。要訪問下啲自殺嘅人先知啦。咁我哋都只係一種推斷啫，係咪？咁所以就最主要就係，但係喺二三日內，我哋無論遇到幾大嘅困難、幾大嘅驚恐，生存係我哋第一嘅任務。所以咧，我哋除咗話禁止我哋自殺之外，舉個例，有啲人話伊斯蘭教禁食豬肉，冇錯，但係咪絕對有嗎？又唔係。喺幾時就可以食豬肉啊？就係當一個情況，如果只有豬肉食先至有得食，同埋食咗豬肉你先至能夠生存，唔食豬肉你就死㗎啦。兩條路你揀嘅時候點揀咧？你應該要有責任，你要食豬肉，令到你自己生存。所以生好多嘢唔係絕對，但係咧生存係我哋一個最重要嘅任務嚟，去保存我哋自己嘅生命，係我哋一個最大嘅任務。所以我哋唔可以任意犧牲。雖然我哋或者好絕望，我唔知佢，我哋信託真主，柳暗花明又一村。未夠鐘而家。都冇一啲照片啊，或者一啲咩去敬奉啊、打孖生嘅。咁對於你哋嘅即係相嗰啲誒私人啊，或者係前輩啊，會唔會用照片啊？好啊，好，唔該。即係唔係話拜祭？知道。呢一個問得好好啊，個問題啊，就係你入到嚟，你見得到冚唪唥部相嘅。很多啲朋友嚟參觀九龍清真寺，臨到門口送你走嘅時候，就成日都會問啦：，雨生，我仲未見到你哋嘅神像嘅咁樣，好似都見唔到一張未達到佢今次嚟嘅目的咁樣。第一，我哋就話上主如果佢係能夠創造呢個宇宙萬物嘅，佢點會係有一啲嘢代表得到佢咧？所以就話喺《歸經》第1:1-2咧，佢講啊，佢話。這個世界沒有任何一樣東西跟它相似的，如果它告訴你這個世界沒有一樣東西跟它相似的時候，你又說這樣東西好像它的時候，那就是自相矛盾了。所以我們就不會用任何東西來到去代表上主，來到去向這些東西來到敬拜。第二呢，就是伊斯蘭既然就說呢，我們不拜偶像，亦都我們不會拜先人，我哋死咗嘅亡人好，或者我哋再生嘅父母好，我哋都唔會喺佢面前叩拜。主要地嚟講，我哋係唔主張咧將一啲好大嘅人像掛喺度。如果譬如話令到人知道到一啲東西，譬如到到現在咁，你咪有頭先個 banner 咁樣，咁當然你知道我哋唔係想拜佢啦。但係喺伊斯蘭嘅界裏邊咧，都係有爭議性嘅。譬如咧，我哋做咗一個咁嘅 banner 啦，有啲人都覺得我哋唔應該有個咁大嘅思想嘅嚇。OK， 咁我只可以咁講係有爭議性，但係咧我哋就實際上唔會鼓勵將一啲先人嘅相或者現在生人嘅相好大咁。譬如話我哋結婚相，好多人就梗係將兩個結婚相。掛喺個廳近中間度，或者個房嘅中間度之類咁樣，我哋就好少咁做嘅。就算係都係細細張嘅擺台頭啊之類咁樣。呢個咧都係避免偶像崇拜，或者令人誤解咗崇拜。所以我哋對呢啲咧係一個好敏感嘅議題。所以我哋就一定唔會做一啲神物、一啲形象嘅，譬如話整個要影嘅人像，譬如好似咩你去到而家啲伊斯蘭國家都有嘅撒旦姆嘅像啊，乜乜沙皇嘅像嗰啲咁嘅，喺伊斯蘭嚟講，呢啲其實係唔應該，應盡量避免。
先提到咧話啲精靈都會死啦，咁我就想問下，點解會死？係咪都要經歷生老病死嘅情況？咁另外就都想問下，咁嘅天使咧都會死？冇睇到古蘭經話天使會死，只係睇到話啲精靈都會死。但係精靈有冇生老病死我唔知，冇睇過，真心唔敢講。在《古蘭經》裏面說，一真主所創造的一切都會滅亡，這個就真的已經很肯定的知道了。所以我如果這樣包括的話，天使都應該是吧，就是很肯定，《古蘭經》用它很肯定的一句說法，它說上主所做的一切都會滅亡。在這方面的我們所知道的事情很有限，所以呢我們都不敢立亂這樣講，古蘭經聖經裡面提過的我們就照講，沒有講的我們不敢推斷。不好意思，我想問一問一個快問題，那你說呢那個有些精靈還是什麼呢，就精靈帶走了我們死的時候靈魂死了，那你又說死了呢崇拜啦，咁即係我哋香港人覺得死咗就即係燒咗佢啊，咁即係咁使行即係傳統嘅知識嚟㗎，好似人死咗時會葬啊，定即係你會唔會拜佢啊？第一咁樣啊，我哋喺《古蘭經》裏面聖經講到，人死嘅時候咧係個天使帶走個靈魂，唔係精靈啊。第一，第二咧就係Islam 嘅做法就係、是。人死了我們就土葬，其中一點就是說我們相信將來後世我們遇到最壞 的遭遇就是被火燒，所以我們怎會提早燒我們的亡靈。第二呢就是當然有些人說這個環保啊等等，當然這個都是我在1400年都未有什麼環保的觀念的時候聖人教我們這麼做，但是我們只是覺得起碼這個做法來說，如果用現在今天的科學的態度看是更加環保的，因為我們的現在的肉身都是在這個世界拿回來的，當我們死的時候要你放在一個泥土裡，它就會有些細菌啊，之後它就會化解之後就變成做 decompose 了一些比較簡單的物質，那就會被一些植物啊之類吸收了之後就變成養分，那就變成我們變咗再嗰啲物質就可以再循環，咁就叫環保啦，係咪？所以循環就咁。你燒咗嘢咧，其實咧係有好多變咗 oxidize 咗咧，去咗空氣嗰度咧，其實係造成污染嘅。佢好耐都唔會走翻落去呢個 cycle 嗰度，呢個係事實嚟嘅。你明啊？咁仲有咧就係我哋拜唔拜佢咧？你拜譬如啦，第一我哋會去上墳。但是上嚟的目的並不是就話咧，我哋嘅先人喺度，好似而家去探佢咁樣樣，去陪下佢啊之類咁，或者咧好似咩中國人孝道啊，守孝三年，喺嗰個墓嗰度扎個帳喺度守住，嚟陪住佢咁樣。第三相信就係、是，當然咧，古蘭有話呢個靈魂會被帶到個墓嗰度嚟到去審問，但係我哋唔需要話喺嗰度陪佢，亦都唔好意思嘅。我們上墳的目的聖人說得清楚，就是提醒我們生人我們將來都是走這條路，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不會責任去清明啊、重陽才去掃墓，或者去生啊生幾死幾的時候沒有這個必要的。這三人隨時我們都會上墳，但上墳的最重要除了呢上到墳的時候記得我們父母啊記得我們先人的時候呢，我們就向上主求言，求上主寬恕我們的亡人，不是求啲亡人嚟打救我們或者保佑我們。所以咧，伊斯蘭就唔會話好介意甚至話嗰個祖宗身份要向邊邊啊，要擲個位啊，令到我哋就會風生水起啦之類咯。佢葬喺邊度都唔關你事嘅，唔會令佢自己都搞唔掂啊！佢點都係照顧嚟嘅。我實想問咧，你剛才講咧就話上主所做嘅一切，最後都會滅亡。
咁人死咗個靈魂咧，係唔係屬於上主創造嘅咧？靈魂冇冇毀滅嘅咧？嗱，上主創造，佢要佢毀滅，佢就毀滅，幾時毀滅就幾時毀滅啦，係咪？咁所以咧就係同我哋喺嗰陣同埋聖訓裏邊所講就係，人死咗之後，我哋嘅肉身就會化為其他東西啦，我哋嘅靈魂就會被帶走，喺一個地方度等候。直到審判日來臨嘅時候，大家一起被再復活，俾我哋再有一個肉身。你喺當時咧，我哋會接受神術。我哋知道就咁多，即係佢都我哋會個靈魂會毀滅啦，之類咁樣。但係起碼到咗審判日來之前，我哋個靈魂一定唔會毀滅。首先呢，這位朋友問，就是人死了之後，我們有沒有一些重經啊之類的樣子。在伊斯蘭教呢，就是人死了之後呢，我們的親人呢 最簡單就是用清水洗乾淨，然後用布包住乾淨的布，我們現在一般用白布，然後呢就是一起進行一個的禮拜，好像一個送行的儀式。我哋唔係拜嗰個，我哋拜上主，即係祈求上主慈悯佢咁樣。所以咧，呢個送別嘅儀式咧，我哋平日咧，你哋上如果上去見到我哋又叩頭又鞠躬又成噶嘛。但係我哋嗰個送殯嗰個儀式咧，就企喺度啫，唔鞠躬唔叩頭嘅，唔會俾人覺得咧就係我哋係拜嗰個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一個好似你去機場你去遠行咧，你去送機一樣，升官拜咧。之後咧就係盡快落葬，用土葬。第一，我哋唔會擲時，唔會話睇下時辰咩時候係適合啲人，就時時都適合。我哋咧仲有就係盡快做，一般就中國人就講，大多數人就話三日之內咧，其實唔會等三日就通。有陣時朝頭早死，下晝趕得切就下晝做，下晝唔係如果唔係下晝趕唔切，聽日都做到，多數係咁樣。咁我哋就唔會擲個時辰吉日啊之類嘅，埋葬咗之後，拜拜就冇啦。頭先我哋想講就係，如果我哋想幫助嗰啲亡人，嗰啲亡人嘅話咧，能夠做嘅就向上主祈求，我哋做多啲好事，希望能夠轉送俾佢哋。如果真主接受的話，係好似前面嗰啲咁樣，一間俾你，唔好意思。啊，頭先你講咧就係土葬同火葬分別啦，因為我就幫嘅火葬咧就唔會，即係嗰個環境污染唔會染咗個土葬，但土葬以前農業社會咧就係可以做肥料，即係俾植物吸收翻。如果你火葬咗一樣，俄羅斯有個諾貝爾獎嘅科學家發明咗咧，即係發現咗元素只係得大約百種。即係如果你燒咗之後，大部分係碳嚟嘅，碳亦都係個 carbon cycle 有翻嚟嘅啫。所以污染我哋，如果科學角度係唔啱嘅。第二點咧，你唔好拍佢喂，壞嘅喂。係啊，但係科學就唔可以解釋所有嘢啦，亦都唔係可以解釋問題。呢個你個人同埋宗教解釋唔到嘅嚇。咁啊，聽你所講就係永教咧，就以土葬為最好嘅啦，係嘛？咁我想問題，如果拉得係咩火葬嘅效果咧？即係喺個宗教觀點上面，火葬科學唔係解釋所有嘢㗎。第一啦，我應該咁講啦。總之，伊斯蘭主張人土葬。唔該，我做。Hey!
最忙嘅處理嘅，將個屍體擺咗喺泥嗰度，佢分解咗之後，歸回到呢個大自然嗰個循環嗰度，就關於農業社會定還是工業社會一樣，呢、這個冇分別。火葬冇保險。第二咧就係火葬嘅時候咧，起碼就係有一啲部分，雖然係碳係主要噶啦，但係有啲味，收一大塵，去到好味嗰度，你又會唔會染好味咧？佢有個病先可以淨化翻佢㗎。OK， 好啦，第一、第二點，仲有，就算你火化都好啦，都仲要攞個棺木載住佢嚟燒。嗰、那個棺木已經係一種浪費啦。喺我哋嚟講，我哋就唔會將棵樹鋸佢嚟到夾燒咗佢嚟埋葬。起碼呢個咧就係唔會一個即係。起碼唔會喺地方嘅啫。O K， 我就喺地方。O K， 嗱，好啦，即係我哋嘅睇法啦。啊，我起碼第一咧，伊斯蘭並唔係話因為研究咗呢啲科學方面邊樣好啲，然後唔咁做。我哋係根據聖人嘅做法，根據古人經嘅講法。不過就話而家嘅人去睇呢件事比較嘅時候，我哋覺得係咁樣。咁當然呢個就各位睇法啦嚇。咁就仲有冇咩？喂，宗教上邊？海葬表示咩咧？哦，海葬明白。伊斯蘭咧就唔會死埋嘅。海葬。原則上係土葬，係一般嘅常規。但有陣時做唔到嘅時候，就有另外一啲嘅方法取代。舉個例，如果譬如話以前啲人行船，喺個船喺個海中心度被靠岸嘅時候，有人死咗。嗰陣時嘅冷凍嘅設施亦都冇咁好嘅時候，點去處理呢？一個禮拜都未到岸，咁喺嗰個咁嘅情況底下咧，伊斯蘭容許海葬嘅，就係將嗰條屍包扎咗，用一啲重嘅物聚咗落個海底嗰度，等佢分解。咁呢個咧就係伊斯蘭容許，除咗土葬之外，有特殊嘅情況海葬嘅。但係拉登個處理就係穩笨嘅，點解咁講咧？佢本來死喺個陸地上面啊嘛，咁佢仲喺個直升機車佢落去，送佢去個戰艦度，喺個海上面嚟到海葬，度揾木襯。其實佢哋只係唔想嗰啲人知佢 assess 到嗰個遺體咁解嘅啫，係咪？咁所以咧就呢個同伊斯蘭嗰個嘅教法係冇關係。嗱，意思你睇得到啦，伊斯蘭係好大彈性，就唔到死裏面嘅㗎。嗱，土葬就都夠啦，冇其他辦法。你幾時都點臭啊，都會送佢埋先就唔會咁嘅。有陣時有金絲豬肉刀咧，唔係一定嘅，有特殊情況又有例外嘅。譬如我哋仲有齋戒嘅，你一定要齋戒嘅，咁咪病都要齋咧？病又唔需要齋，所以咧，啱啱係佢係慈悯嘅主宰，佢有好有彈性嘅。在有特殊的情況之下，有特殊的處理。好，就不好意思，因為時間關係，有需要下次再來。好，多謝大家。